曾经，想起漫长的旅行，我翻来覆去快要神经，更不会有回应。怎么和木头一样？换个表情行不行？这是个粑粑，拍两张就行了。不行，熊蛋玩意儿，小心我休了你。老婆，我错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，再来一张吧。你就是不生气，就算不念，我也不让你学那没有用的东西，根本不现实。我有自己的想法，就算不让我考，我也不想把时间放在大学里去谈情说爱，学那些我不喜欢的。什么喜欢不喜欢，这是每个孩子应该去做的事情，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能力，你就知足去吧。我就是不学，我的这个想法从初中就开始了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你们可以不支持，但我最起码有我的选择权利吧。你没有权利，你的想法是错误的，由不得你选择。就算没有梦想，我也不想把时间放在那里，到最后换到一张中看不中用的发票。什么？不是我不想学，我长大了，我不想用我美好的青春换来的却是你们苍老的双手和疲惫的身躯，我要用我的想法去实现我的梦想，早点赚钱报答你。西方有股神巴菲特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东方的股神。哎呦，低调点不行吗？你们的梦想呢？我的梦想是成为这里的首富。好，我的梦想是成为8090最牛叉的服装设计师。好，来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没什么想不好的，我要不走的话，早晚得被青春扼杀了我的梦想。好吧，你考虑好了就行。来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青春干杯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你老婆怎么说也要走了，她不会还不知道吧？就是啊，不知道怎么说。用嘴说。不要你走。我说不行。舍不得你。我也是。那就别走了。不走不行。你会舍不得我的。嗯。那就真别走了。不走不行。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吗？等大学毕业了再去追求梦想晚吗？那我就真对不起父母的血汗钱了，毕业再去漂泊他们肯定不想，再说那时我都多大了，面对现实我肯定也会有心无力。永乐，你别这么幼稚行不行？还有一个月就高考了，你说你成绩现在这么好，你考不上大学别说文凭了，你连知识都没有。知识我觉得是这样，只要你想学，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你都可以学到你想要的知识。文凭，如果说我找到一个只注重文凭的公司，我宁愿不去。你就是个理想家，从我跟你在一起第一天你就是个理想家。你考虑你的梦想，你想过我吗？你想过你的父母吗？四年大学就四年，你不等了吗？不等了，出去追求梦想，假如实现不了，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学几门技术，认认真真的工作，尽量不落在别人后面。我等你，不管你回不回来找我，都等你。那一年我
这是最珍贵的诺言。走进大头贴，照下几张相片，孤独是暖过我心间。漫长的火车，那是离开了家，同样离开深爱着的他。简单的玩笑话，兄弟各奔天涯，从此再没你的牵挂。曾有过的志向，时间走得匆忙，爱着的人来不及想。兄弟，借点钱吧，维持下生活。对不起啊，最近比较紧。真不好意思，我家里最近出事了。你过来吧，我先找到工作，产品也可以，你能力也好，相信你肯定拉的人也多。你是不是在做传销啊？赶快回家吧。别急呀，兄弟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拿几十万包装你。现在真没有啊。我从认识你，你就一直这么说，其实我还是挺开心的。谢谢了，不用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在哪儿要多少？把账号发过来。啊。漫长的火车，那是离开了家，同样离开深爱着的他。简单的玩笑话，兄弟各奔天涯，从此再没你的牵挂。曾有过的志向，时间走得匆忙，爱着的人来不及想。离开总是难忘，离别后的伤，我们其实都一样。最后一次好吗？就这几万了，我相信肯定不是骗人的。到时挣到钱，连本带利我都还给你们，不行吗？这次不管怎么样，以后我买房也好，结婚也好，都不会让你们再掏一分钱了，行不行？公司是假的，钱钱跑了，妈的，被那女的给骗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是这样？这是怎么了？
听老人言吃亏好受了吧？啊，你还没赚钱呢，你张口就跟家里要这么多钱，那爸妈的钱是大风吹来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，就算是风吹来的，也需要用手把窗户打开，是要付出去劳动，你明白吗？你好，黄哥。哦，还是农山好啊。海啊，前面雷雷边有没黑怕啊？哦，应该没哦，但是呢，我可以给个机会给你农先生啊。呀，咩机会啊？我呢头呢接咗个三卡片，你过来影好唔好？咩？三卡片？系啊，你唔系拍三卡片嘅咩？你去拍三级片吧，你们全家都拍三级片。喂，你好。田子，是我。靠，你们还活着？我听说出事了，可就是联系不上你，现在怎么打算呢？不知道，迷茫了。当个鸟啊，快过来帮我把公司干起来，等以后有钱了再干别的，到时也不拦着你。好吧。我可能忘了最初的想法，我要让家人在有生之年里过得更幸福才对，而不是因为我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。作为男人，那样就太失败了。同时，我也不想愧疚一辈子，因为人就一辈子。现在混的可能会更好。去你大海！你是能说他们不对吗？看得多听得多了都觉得正常了。现在想找个单身的女生都不容易了，从离开学校到现在整整六年，你我在感情史上都太干净了。现在还来得及吧？来得及，太来得及了。那些年长的亲戚朋友一见我就问，小智啊，有女朋友了吗？我说没有。然后他们就说，小伙子一表人才不着急，现在钱为贵爱为贱，等你有了钱什么都会来的。说真的，还是没有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。咱现在又不是出不起，对吧？对。哦对了，现在和李斌还有联系吗？哎，从我落魄后就没再和他联系了。还想他吧？嗯，也是，当时我们多羡慕你啊，学校里的夫妻模范生，温馨甜蜜，郎才又女貌。不过没想到也会简单说分开就分开了。你说人这辈子想法多了是好还是不好？直到现在我都不确定，如果说让我重新选择一次，依然不知道选择哪头作为我死守的目标。谁也说不准，
要是事业和爱情能够双丰收，那肯定行了。我想找他，帮帮忙。有缘就会再见。别说缘分，缘分就是现实中的一种敷衍，在我字典里就未曾出现过。人生嘛，总是有那么多的悲与喜冲击着我们的大脑和神经，好与坏都得过。再说你现在也算事业有成，梦想也算实现了，多好啊，别太悲观了。这盘棋我也是输家，机会好的我没选，错误的哥没放过，撕心裂肺，痛不欲生，进退两难，这些代名词那时天天陪着我，连喝煮水都成了一种奢侈，连吃馒头都成为了一种经济负担，直到最后那步棋走错了，我才真的醒了。棋还没走完就别说输，路还长着呢。打个简单的比喻，现在靠自己的双手买得起房的、买得起车的同龄人有几个？还有，一不是啃老族，二不是富二代，我们的一路风雨都是他们学习的榜样。或许吧。还有，曾经的老婆李冰，在大学的时候挺争气的。什么意思？大学时有开着好车来泡你家老婆的人都没有拉走他，觉得你挺有眼光的。没看走眼。俺听说。听说什么？听说。别墨迹，听说什么？听说他大学毕业以后也来了青岛。什么？也在青岛？嗯。159次感慨，时间把我们都已经改变，变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梦想和追求让许多人走了弯路，走错了方向却无法回头，心里充满着希望和不屈服的心理，在一次次的打磨中，在一次次的离合中才渐渐成长，得到的同时也代表着某些的失去，可能我们还认为自己是失败的，因为会觉得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还要多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发黄的书信里面还会有那空白的一面没有去写，在青春的路上每个人都有意无意的选择不同的方式经过，我们为了实现想法死守着目标，在成功或者失败的中间，总会听到有那么一些人迷失了自己和青春，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是心甘情愿的，有过开心却不会一直的开心，有过的心痛想起来却依然会痛，有过过去，可谁都有过过去，回忆是件可怕的事情，想忘记发现不单纯的需要时间，可我们却那么的喜欢回忆，回忆那仅剩的一点温存，是谁拿流年乱了浮生，还是浮生他迷惑了流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输给了生命，请回忆帮我们记得，我们是那么的用心祭奠这些。啊，对，没错，可能最近忙完的吧。哈哈。生活简单多轻松啊，人心简单就迷人。李冰，永乐，你怎么不在这儿？
这是我男朋友，这是我高中同学。你好，我们先走吧。现在就去吗？嗯，对，走吧。我们先走了。妈妈说，就算吃醋，也要装得跟喝糖水一样，不能让别人看不起。如果说我找到一个只注重文凭的公司，我宁愿不去。你就是个理想家，从我跟你在一起第一天，你就是个理想家。你考虑你的梦想，你想过我吗？你想过你的父母吗？四年大学就四年，你不等了吗？不等了，出去追求梦想，假如实现不了，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学几门技术，认认真真的工作，尽量不落在别人后面。走进大头贴，照下几张相片，孤独时暖过我心间。我管你跑漫长的火车，那时离开了家，同样离开深爱着的他。简单的玩笑话，兄弟各奔天涯，从此再没你的牵挂。车有过的志向，时间走的匆忙，爱着的人来不及想。离开总是难忘，离别后的伤，我们其实都一样。如今的梦还在远方，现实让我们变了模样。当初一起歌唱，悲欢也能分享，走过的路有过的悲伤，曾经的爱人你在何方？你的决定我能够体谅，忘记有过的梦还是你有多重，失去什么当然会痛，你也许不懂。漫长的火车，那时离开了家，同样离开深爱着的他。简单的玩笑话，兄弟各奔天涯，从此再没你的牵挂。曾有过的志向，时间走得匆忙，爱着的人来不及想。离开总是难忘，后的伤，我们其实都一样。如今的梦还在远方，现实让我们变了模样。当初一起歌唱，悲欢也能分享，走过的路有过的悲伤。还是你有多重，失去什么？